大家可以梳一下头发，高一女生哦。好，我看到念福校长，哎，那个念福校长跟那个伟文啊，好，今天我想有这场线上，我觉得要很多功劳记在他们身上，因为去年开始我开始做线上嘛，那自己做当然就没什么意思，对吧？但是念福校长跟伟文他们这一群伙伴呢，提供我很多的机会，因为他们比我们要早面临这个停课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他们非常好学，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办了很多的工作坊，所以我有得到了很多的练习的机会，这样子。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 ，OK， 这是我们上课喽。来，第一个，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张，我把它放大一点哦。好，请大家看一下1、2、3、4、5、6行。如果要找一句话最重要的，你觉得你会找哪一句话呢？好，我要计时30秒哦。好，来，那我要直接点名哦。那个没有开麦克风，我就特别按点名这样子。来，冠霖老师，菊君老师举手。哦，菊君老师举手，你在哪？哎，我对不起，我以为要抢答，对不起。你很好，你非常好，来加金牌送你。你第几组？告诉我。我以为要抢，哦，我是第二组。你好棒，加3分来抢答。你会选哪一句呢？选出一句话，我会选其用的呈现是景物观察和个人观点的综合体。OK， 其用色呈现是景物观察和 OK， 选这句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吗？选这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句可以贯穿整篇所有的重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篇要选一句话有点难啊，因为好像目的都不太一样，可是我想因为这边主要要讲的就是艺术家他怎么用，因为在地的对这块土地的感受，然后来呈现他个人的观察跟观点，所以我觉得第二句算是里面比较重要的话。我说完了，太棒了，谢谢你，谢谢菊君同学。好，没有再加分吗？没有，就这样了，谢谢你。好，你这个气音表现得真好。好哦，来，冠霖老师，你在吗？有，有，有听到吗？有哦，你方便开镜头吗？哦，好，等我一下，因为我没问题。但是你可以先回答我的问题，这样。你会选哪一句呢？我会选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什么，发现了什么，这样算三句吗？ OK， 好的，你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自己的感受，很重要，这样子。对，因为看到什么，感觉什么，然后发现什么，就是去找出自己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感受。OK， 太好了，谢谢你。请问你是第几组呢？我是第三组。第三组，太棒了，谢谢你。谢谢。好的，来，我刚刚，我现那个彩凡同学有举手，你是不是想要讲话？老师不好意思，我就是你刚才说找一句话的时候，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到句号才是一句话，所以我刚刚会认为整个是一句话。我真的这样认为，所以 OK。那这句话里面有哪一个关键词是你觉得要被圈出来的呢？关键词我是觉得是观察，因为我觉得观察都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所以是这个观察吗？好，我把它再 mark 起来讲好吗？观察，所以你在这个菊君同学的这句话里面又找到了关键字，这样子非常好。你第几组？
第一组。很好，来，心如有举手，我们小老师举手了。我看到的是观察艺术家们不同的观点。观察艺术家们的不同观点，结束吗？我一定要一句吗？我可以跳到后面吗？好哦，你再来一句，就是、你小老师呢？重点就是艺术家的用色。哦，艺术家的用色 ，OK。好，选择这两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重点是台湾早期的艺术家，他们看到他们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当时的风貌，他们观察的景物，所以我们要试着用他们的眼睛去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OK， 太好了，谢谢心如。心如，你是哪一组呢？第五组。太好了，第五组加分。好，来，同学们，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目标哈，我们会做到这些事情哦。好，你会看到这些艺术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呢，里面它会呈现了他的观点、他的观察哈，所以你透过他的眼睛去看到台湾的这个艺术，我们的环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大家就是留意一下，你看到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跟艺术品中间的关联是哪一些。好，那最后我们要用他们用色做出你的一个产出。好，来，请大家我们移动到这一张第十页的共编。好，上面这一句话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哦，里面有三个动作，好，我要请一位同学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来，那个庆丽老师，你很认真的在看。我要先挑一部作品，然后在作品旁边 key 到我的组别，然后。后面这句话我不懂，移动作品图片，然后下面有图片，是，然后我要把它移到这个文字名称的右边，是吗？是，太好了，来，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呢？对，你问的太好了，加分。来，庆丽老师，你哪一组的？第四组，好的，对，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对不对？好，我刚刚看到第一组，你们已经偷跑了，把它 mark 起来要这一张，但是你要确定那是他哦，好不好？你等一下移动过去的时候，正确性是重要的，所以待会大家可以迅速的浏览后面11 12 13 14 15，这是课本老师把它拍下来，我相信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一定忘记带美术课本，所以没关系，老师帮大家拍下来了，在后面，所以你可以在简报里面看到课本。好，那我先要让等一下会让各小组，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是，没问题，来，我们每一组好几个人，那谁去做这件事，会不会打架？我们等一下会进到小组讨论。OK， 所以我们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决定这件事。好，那你刚刚问到是我要怎么移动它，对不对？好，我这边有一个示范，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很明显不是台湾艺术家的作品，来，下面有两个范例，大家看不到，对不对？我把它放大一点。好，哪一张才是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呢？哪一张才是呢？谢小凡有在吗？人不在，感觉是右边吧？感觉是右边哈。OK， 看起来很像，对不对？他们插在哪里？有发现吗？插在后面的树。很好，对。但是呢，是庆丽回答，对不对？对。第四组哈。对。加分，但是很可惜的，这张是伪画。OK， 所以他不是哦，所以等一下大家，你没有这么难啦，老师的题目比较难，所以呢我就要把这张真迹放在这个图的文字的他的作品的后面，这样子好吗？等一下每一组来，老师是第零组，好吧，我把我的 key 上去，这样子完成。好，那我要让大家进到小组讨论哦，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完成这件事情。
好哦。哦，还有十秒他们结束，我刚刚忘记按计分了，记那个时间的分数。好哦，大家都回来了齁。我刚刚看到我们九组里面最快的呢，就是第六组。第六组的同学非常的迅速就把他们的李梅树这张冰果店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得到了金牌一颗，很棒。好，那刚刚在一分钟以内有完成动作的组别，我都有加分。有哦，你有出现哦。OK， 菊君有，很好。你要说话是不是？来，被踢出去了。你刚刚被踢出去了，但是你又回来了，也太棒了。是我踢你的吗？所以可以再帮我放回去吗？哦，我们现在没有要回去，我们现在在。好像不是，因为哦，菊君好像有点累格。好，没关系，等一下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随时把它踢出来，好吗？OK， 来，这是我们今天各组的艺术品。好，今天各组的艺术品在这里哦。OK， 那请有记得你们这组是哪一张的人举手。好哦，很好哦，大家都承诺记得他咯。好，这是我们今天大家认领的作品。